魏书二李臧文吕徐典二庞言传原文原文李典字曼城，山阳巨野人也。典从父前，有雄气，和宾客数千家在城市。出平中，以众随太祖，破黄金于寿章，又从金元术，征徐州，吕布之乱。太祖遣前还城市，慰劳诸县，不别驾薛兰，至中李丰招前，欲拒叛，前不听，遂杀前。太祖使前自整江前兵，与诸江击兰，封兰，封破，从平兖州诸县有功，稍迁青州刺史，整卒，典玺引阴令，为中郎将，将整军，迁离湖太守。时太祖与袁绍相聚官渡，典律宗族即不取舒古伯公军，绍破，以典为毕将军，屯安民。太祖击谭，上于黎阳，时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，会上遣魏郡太守高凡将兵屯河上，决水道。太祖斥典昱，若船不得过，下从陆道。典与诸将议曰：藩军少甲而是水，有懈怠之心，击之必克，君不内御，苟利国家，专之可也，宜及击之。昱亦以为然，遂北渡河，攻樊，破之，水道得通。刘表使刘备北侵，至夜，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，备一旦稍屯去，敦率诸军追击之。典曰：贼无故退，宜必有伏，难道狭窄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敦不听，与于禁追之，典留守，敦等裹入贼府里，战不利，典往救，备望见救至，乃散退，从为业。业定，与乐进为高干于湖关，击管城于长广，皆破之，迁补鲁将军，封都亭侯。典宗族不取三千余家，居城市，自请愿洗邑魏郡。太祖笑曰：卿欲木耿纯也。典谢曰：典奴妾恭威，而绝宠过后，诚以举宗臣力，加以征伐魏西，宜时交岁之内，以治四方，非木纯也。遂喜不取宗族万三千余口居业。太祖加之，先破鲁将军，与张辽、乐进屯合肥，孙权率众为之。辽欲奉教出战，进、典、辽皆素不睦，辽恐其不从。典慨然曰：此国家大事，故君计何如耳？吾可以思汉而忘公义乎？乃率众与辽破走权，增一百户，并前三百户。典好学问，贵儒雅，不与诸将争功，敬贤士大夫，循循若不及，军中称其长者。年三十六薨，子真嗣。文帝见作，追念合肥之功，增真一百户，赐典一子爵关内侯。一百户，是典曰闽侯。李通字文达，江夏平春人也，以侠文于江汝之间，与其郡人陈宫共起兵于朗陵，众多归之，时有周直者，众二千余家，与宫通外合内围，通欲图杀之而攻难之，通之攻无断，乃独定策，与直客会，酒酣杀直，众人大扰。通率公诛其党帅，进并其营。后攻七弟陈和，杀公而聚其众。通攻破和军，斩和首以祭公墓。又升秦黄金大帅吴霸而降其属，遭遂大饥。通倾家阵师，与士分糟糠，皆争为用。由是盗贼不敢犯。建安初，通举众议太祖于许，拜通镇威中郎将，屯汝南西界。太祖讨张绣，刘表遣兵以助绣，
太祖军不利，通将兵夜议太祖。太祖的以赴战，通为先登，大破秀军，败毕将军，封建公侯，分汝南二县，以通为阳安都尉。通妻伯父犯法，朗陵常赵衍收治，治之大弊，是食杀生之柄，绝于牧首。通妻子好气以请其命。通曰：方与曹公戮力，亦不以私废公。家衍直线不阿，与为亲交。太祖与袁绍相聚于官渡。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，刘表亦因召之，通皆拒焉。通亲其不屈刘涕曰：今孤危独守，以失大元，王可立而待也，不如即从绍。通暗见以斥之曰：曹公明哲，必定天下。绍虽强盛，而任使无方，终为之鲁耳，吾以死不二。即斩绍使，送印授意太祖，又击郡贼渠公、江公、沈成等，皆破残其众，送其首，遂定淮、汝之地，改封都亭侯，拜汝南太守。石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，通攻破之。刘备与周瑜为曹仁于江陵，别遣关羽绝北道。通率众击之，下马拔鹿角入围，且战且前，以迎人军，勇冠诸将。通道德并轰，时年四十二，追增邑200户，并前400户。文帝见作，是曰刚侯。诏曰：西袁绍之南，自许、蔡以南，人怀一心。通秉义不顾，使携二律服，朕甚加之，不幸早轰。子姬虽已袭爵，未足酬其庸勋。姬兄婿前屯樊城，又有功，是睹其劳，其以姬为奉义中郎将，续平鲁中郎将，以宠一焉。臧霸自宣高，泰山华人也，复界魏县御苑，据法不听太守御所厮杀。太守大怒，令收界一府，时送者百余人。霸年十八，将客数十人竟于废西山中要夺之，送者莫敢动，因与父俱亡命东海。由是以勇壮闻黄金起，霸从陶谦击破之，拜其都尉，遂收兵于徐州，与孙观、吴敦、尹礼等并聚众，霸为帅，屯于开阳。太祖之讨吕布也，霸等将兵驻布，计秦布，霸自逆，太祖目所得霸，见而悦之，使霸招吴敦、尹礼、孙观、关兄康等，皆议太祖。太祖以霸为琅邪相，敦历城，李东莞、关北海、康城阳太守，歌清、徐二州，委之于霸。太祖之在兖州，以徐熙、毛辉为将。兖州乱，熙、辉皆叛，后兖州定，熙、辉亡命投霸。太祖与刘备，令与霸送二人首。霸谓备曰：霸所以能自立者，已不为此也。霸受公生权之恩，不敢违命。然王霸之君可以易告，愿将军为之辞。备以霸言白太祖，太祖叹息。谓霸曰：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，孤之愿也。乃皆以息辉为郡守，时太祖方与袁绍相聚，而霸数已经兵入青州，故太祖得专事绍，不以东方为念。太祖破袁谭于南皮，霸等会贺。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异业。太祖曰：诸君忠孝，喜父在世，悉萧何遣子弟入世，而高祖不惧。耿纯焚事于趁以从，而光武不逆，吾将何以易之哉？东周扰攘，霸等执意征报，
钦定海带，攻莫大燕，接封列侯，罢为都亭侯，加威鲁将军，又与于禁讨昌西，与夏侯渊讨黄巾于贼徐和等，有功，迁徐州刺史，沛国五州为下邳令，罢荆益州，申议令赦，不从事总统不法，周得其罪，便收考进，罢亦以善州，从讨孙权，先登，再入巢湖，攻居巢，破之。张辽之讨陈兰，罢别遣至宛，讨吴江邯郸，使权不得救兰，当遣兵逆罢。罢与战于冯龙，当复遣兵邀罢于嘉时，与战破之。还屯戍，权遣数万人乘船屯戍口，分兵救兰。闻罢军在戍，顿还。罢夜追之，比明，行百余里，邀贼前后击之，贼窘急，不得上船，覆水者甚众，由是贼不得救兰。辽遂破之。罢从讨孙权于濡须口，与张辽为前锋，行御林雨，大军先急，水遂长，贼船烧尽，将士皆不安。辽欲去，罢止之曰：“功名于利钝，宁肯捐吾等也？明日国有令。”辽至，依与太祖，太祖善之，拜扬威将军。贾节，后权起将，太祖还。刘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。文帝即王位，迁镇东将军，进爵武安乡侯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即建作，晋封开阳侯，喜封梁城侯，与曹休讨吴贼，破吕范于洞浦，只为执金吾，未特进，没有军事，必常咨访焉。明帝即位，增邑五百，并前三千五百户，薨，谥曰威侯。子爱嗣，爱官至青州刺史、少府，爱薨，谥曰公侯。子权嗣，罢前后有功，封子三人列侯，赐一人爵关内侯。儿孙官亦至青州刺史。贾节，从太祖讨孙权，战被创，薨。子玉嗣，亦至青州刺史。文聘字仲业，南阳宛人也，为刘表大将，使御北方。表死，其子从立。太祖征荆州，从举州将，呼聘欲与俱。聘曰：“聘不能全州，刚戴罪而已。”太祖忌汉，聘乃议太祖。太祖问曰：“来何迟也？”聘曰：“先日不能辅弼留荆州以奉国家，荆州虽没，常愿居守汉川，保全土境，生不负于孤弱，死无愧于地下，而既不得已，以至于此，实怀悲惭，无言早见耳。”遂唏嘘流涕。太祖为之怆然，曰：“仲业，清真忠臣也，厚礼待之。”受聘兵，使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坂。太祖先定荆州，将夏禹无接，民心不安，乃以聘为江夏太守，使点北兵，委以边事，赐爵关内侯，与乐进讨关羽于浔口，有功，晋封延寿亭侯，加讨逆将军，又功与辎重于汉津，烧其船于京城。文帝建作，晋爵长安乡侯。贾节，与夏侯尚为江陵，使聘别屯绵口，指食饭，自当一对，遇贼有功，先后将军，封新野侯。孙权以五万众自为聘于石阳，甚急，聘坚守不动，权驻二十余日乃解去。聘追击破之，增邑五百户，并前千九百户。聘在江夏数十年，有威恩，名震敌国，贼不敢侵。分聘户邑封聘子代为列侯，
又赐聘从子后爵关内侯。聘薨，谥曰壮侯，拜右先王。聘养子修嗣，卒。子午嗣，家平中。乔郡桓于为江夏太守。清简有微惠，名亚于聘。吕虔字子克，任城人也。太祖在兖州，闻虔有胆策，以为从事，将家兵守胡入。相奔校尉杜松部民窘母等作乱，与昌西通。太祖以钱代松，钱道招诱窘母渠律及同恶数十人。赐酒时，简壮士伏其侧，钱查窘母等皆罪，使伏兵进阁杀之，抚其于众，群贼乃平。太祖以钱领泰山太守，郡接山海，事乱。闻迷人多藏窜，袁绍所至中郎将郭祖、公孙独等数十倍，宝山为寇，百姓苦之。前将家兵到郡，开恩信，族等党属皆降服。诸山中亡逆者尽出安土业，减其强者补战士。泰山尤氏遂有精兵，冠名州郡、济南黄金徐河等。所在节长吏攻城邑，前引兵与夏侯渊会击之，前后数十战，斩首获生数千人。太祖使都青州诸郡兵以讨东来群贼李条等有功，太祖令曰：夫有其志，必成其事，盖烈士之所训也。卿在郡以来，行奸讨暴，百姓获安，攻岛使时，所征折客，西寇寻利名于汝。颖耿眼见策于卿，眼古今异也，举茂才，加其都尉，典郡如故。前在泰山时数年，甚有威惠。文帝即王位，加比将军，封益寿亭侯，迁徐州刺史，加威鲁将军，请郎协王祥为别驾。民事亦以委之，是多其能任贤，好力成叛贼，斩获有功。明帝即位，喜封万年亭侯，增邑200，并前600户。前薨，子藩嗣；藩薨，子贵嗣。许褚字仲康，谯国谯人也，长八尺余，腰大十围，容貌雄毅，勇力绝人。汉末，据少年及宗族数千家，共坚壁以御寇，使汝南葛卑贼万余人攻楚壁，楚众少不敌，力战疲极，兵使尽，乃令壁中男女俱至食如乌豆者至四余，楚非食至之，所直接摧碎，贼不敢进。粮乏，唯与贼合，以牛与贼一食，贼来取牛，牛折奔还，楚乃出城前，一手逆夜牛尾，行百余步，贼重惊，遂不敢取牛而走。由是怀汝、陈、梁间闻皆未旦之。太祖训怀汝、楚以众归太祖。太祖见而壮之曰：此无樊哙也。即日拜都尉，引入宿卫。诸从楚侠客，皆以为虎视。从征张绣，先登，斩首万计。迁校尉，从讨袁绍于官渡，时常从事徐他等谋为逆，以楚常侍左右，感知不敢发。四楚休夏日，他等怀刀入楚，至下舍心动，即还是他等不知，入帐见主，大惊愕。他色变，楚觉之，即击杀他等。太祖亦亲信之，出入同行，不离左右，从为业，力战有功，赐爵关内侯。从讨韩遂、马超于潼关，太祖将北渡，临济河，先渡兵，独与楚及虎视百余人留南岸断后，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。使下如雨，楚白太祖，贼来多，
金兵渡已尽，一去，乃扶太祖上船，贼战急，军争计，船众欲没，楚斩攀船者，左手举马安毙太祖，船工为刘石所中死，楚右手并宿船，仅乃得渡。是日，微楚几危，其后太祖与遂、超等单马会语，左右皆不得从，为将主，超负其力，因欲前突太祖，素闻楚勇，宜从其事楚，乃问太祖曰：“公有虎侯者安在？”太祖固执主，楚瞋目盼之，超不敢动，乃各罢。后数日会战，罢破超等，楚身斩首级，迁五位中郎将，五位之号。自此始也，军中以楚力如虎而吃，故号曰虎吃，是以超问虎侯，指今天下称焉，皆为其姓名也。楚姓谨慎奉法，至重少言。曹仁自荆州来朝谒，太祖未出，入与楚相见于殿外。人呼楚入便作语，楚曰：“王将出，便还入殿。”人亦恨之。或以则楚曰：“征南宗室重臣，将亦呼君，君何故辞？”楚曰：“彼虽亲重，外藩也。楚备内臣，众谈足矣，入室何思乎？”太祖闻，欲爱戴之，迁中间将军。太祖崩，楚号泣呕血。文帝见坐，晋封万岁亭侯，迁五位将军、都督中军宿卫进兵，甚亲近焉。初，楚所将为虎视者从征伐，太祖以为皆壮士也，同日拜为将。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，都尉、校尉百余人，皆剑客也。明帝即位，晋封谋乡侯，邑七百户，赐子爵一人关内侯。楚薨，谥曰壮侯。子仪嗣，楚兄定，亦以军功为镇威将军。都督教导虎贲、太和中，帝司楚忠孝，下诏褒赞，复赐楚子孙二人爵关内侯，宜为钟会所杀。太史初，子宗嗣，贬为陈留己无人也，形貌魁梧，履历过人，有志节，人侠，相议刘氏与睢阳李勇为仇，唯为报之。勇故赴春长，备位甚紧，唯乘车载积酒，伪为后者，能开怀匕首入杀勇，并杀其妻。徐出，取车上刀戟，不去。勇居进伏，一伏进害，追者数百，莫敢进，行四五里，遇其绊，转战的脱，由侍卫豪杰所食。出平中，张邈举义兵，唯为侍，属司马赵宠，衙门其长大，人莫能胜，唯一手见之，宠益其财力。后属夏侯惇，数斩首有功，拜司马。太祖讨吕布于濮阳，布有别屯在濮阳西四五十里。太祖夜袭，彼明破之，未及还，会部救兵至，三面调战，时不深自搏战，自旦至日益数十合，相持及太祖目献臣为先战，将应募者数十人，皆中衣两铠，气损，但持长矛了戟。时西面又急，为晋当之，贼弓弩乱发，使至如雨，为不是。魏等人曰：“鲁来十步，乃白之。”等人曰：“十步矣。”又曰：“五步乃白。”等人惧，即言鲁至矣，为手持十余戟，大呼起，所抵无不应手倒者，不重退。会日暮，太祖乃得隐去，拜为都尉，引至左右，将亲兵数百人，常绕大帐，为计壮武，其所将皆选卒，每战斗，常先登献臣，
迁为校尉，姓中至谨重，常昼立侍中日，夜宿帐左右，夕归思寝，好酒食，饮啖兼人，每次食余钱，大饮长啜，左右相属，数人亦乃共。太祖壮之，为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，军中为之语曰：“帐下壮士有点军，提一双戟80斤。”太祖征荆州，至宛，张绣迎将，太祖甚悦，延绣及其将帅，置酒高会。太祖行酒，维持大府立后，任敬尺。太祖所至之前，维哲举府目之，敬酒。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。后十余日，绣反，袭太祖营。太祖出战不利，轻骑隐去，围战于门中，贼不得入，兵遂散从他们并入。时为校上有十余人，皆殊死战，无不亦当时。贼前后至稍多，唯以长戟左右击之，亦插入，折十余毛摧，左右死伤者略尽，唯被数十创，短兵皆战，贼前搏之，唯双携两贼击杀之，余贼不敢前，唯复前突贼，杀数人，创重发，嗔目大骂而死，贼乃敢前，取其头，传观之，父君就是其躯。太祖退驻武阴，闻为死，未流涕，目间取其丧，亲自临哭之，遣归，葬乡邑，拜子满为郎中，车驾美过，长辞以终劳。太祖思维，拜满为司马，引自尽。文帝即王位，以满为都尉，赐爵关内侯。庞德字令名，南安欢道人也，少为郡吏州从事，出平中，从马腾击反羌叛堤，数有功，稍迁至校尉，建安中。太祖讨袁谭，上于黎阳，谭遣郭元、高干等掠取河东。太祖使钟繇率关中诸将讨之，得隋腾子超巨元、干于平阳，得为军封，进攻元、干，大破之，新斩元首，拜中郎将，封都亭侯。后张白旗叛于弘农，得复隋腾征之，破白旗于两峤间。每战，常献陈阙敌，勇冠腾军。后腾指为卫尉，得留蜀超。太祖破超于渭南，得隋超王入汉阳，保继承。后复隋超奔汉中，从张鲁。太祖定汉中，得隋众将。太祖素闻其骁勇，拜立义将军，封关门亭侯，邑300户。侯因魏开等以晚叛，得江索陵与曹仁共攻把宛，斩殷开，遂南屯樊，讨关羽。樊下诸将以得兄在汉中，颇疑之。得常曰：“我受国恩，意在孝死，我欲身自击羽。今年我不杀羽，羽当杀我。”后亲与羽交战，射羽中额，时得常乘白马，与军谓之白马将军，皆惮之。人使得屯樊北10里，会天淋雨十余日，汉水暴溢，樊下平地5-6丈，得与诸将避水上堤，与乘船攻之，以大船4面射堤上，得被甲持弓，箭不虚发。将军董恒、不取将董超等御将，得皆收斩之。自平淡力战至日过中，与攻一级，使进短兵皆战，得魏都江城合约。吴文良将不切死以苟免，烈士不悔节以求生。今日我死日也，战亦怒，气欲壮，而水尽盛，力士皆降，得与麾下将一人、武伯二人、弯弓副使乘小船遇骸人营，水盛船覆，施工使
不抱船覆水中，未雨所得，利而不贵。与谓曰：卿兄在汉中，我欲以卿为将，不早将何为？得骂于曰：庶子，何谓将也？魏王带甲百万，威震天下，汝刘备拥才耳，岂能敌邪？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贼将也。遂为于所杀。太祖闻而悲之，谓之流涕，封其二子为列侯。文帝即王位，乃遣使就得墓刺史，策曰：昔先诊丧元，王逐决斗，陨身殉节，前代美之，为侯是昭果邑，岛南成名，生意当时，邑高在西，寡人敏焉。是曰：壮侯又赐子惠等四人爵关内侯，一个百户。惠勇烈有复封，官至中尉将军，封列侯。庞昱字子义，酒泉表示人也，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。会武威太守张猛反，杀刺史邯郸商。猛令曰：敢有临商丧，死不赦。欲闻之，弃官，昼夜奔走，嚎哭丧所弃。一猛门中匕首，欲因箭以杀猛。猛知其意事，事遣不杀，由是以忠烈闻。太守徐一请为主簿。后郡人黄昂反围城，欲弃妻子，夜于城出围，告急于张掖、敦煌二郡。初，一未肯发兵，欲御福建，二郡感其意，遂为兴兵。军未至而郡城邑已陷，一死，欲乃收敛衣丧，送还本郡。行服三年乃还。太祖闻之，辟为院属。文帝见作，拜驸马都尉，迁西海太守，赐爵关内侯。后指拜中散大夫。薨，子曾嗣。初，欲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，欲九兄弟三人同时病死，寿家喜。欲母娥自伤父仇不报，乃为车绣剑，白日赐寿于都亭前。系徐义县颜色不变，曰：复仇己报，请受禄。禄服常引家姐印寿纵娥，娥不肯去，遂强在还家。会赦的免。周郡探贵开始表驴，颜温字伯简，天水西城人也，以凉州别驾守上归令。马超走奔上归，郡人任阳等举重迎之，温止之，不能进，乃持还州。超父为州所至继承甚急，州乃遣温密出，告急于夏侯渊，贼为数众。温夜从水中潜出，明日贼见其迹，遣人追遮之，于显亲界的温直还一超。超解其父，谓曰：今成败可见，足下为孤城请救而执于人手，亦何所失？若从无言，反为城中东方无救，此转祸为福之计也。不然，今未露矣。温为许之。超乃在温邑城下。温向城大呼曰：大军不过三日至，免之。城中皆泣，称万岁。超怒恕之曰：足下不为命计也。温不应。时超攻城久不下，故徐诱温，计其改意。复谓温曰：城中故人，有欲与吾同者不？温又不应，遂皆责之。温曰：夫士君有死无二，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，吾其苟生者乎？超遂杀之。先是，河右扰乱，隔绝不通。敦煌太守马爱卒官，府右无城。公曹张公素有学行，郡人推行长史事，恩信甚著，乃遣子就东邑太祖，请太守。十九泉黄华、张掖、张晋各据其郡，欲与公并事。
就置酒泉，为华所居职，皆以白刃，酒终不回。私与公书曰：大人律例敦煌，忠义显然，岂以救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？西乐阳十子，李通富家，金国之臣，名怀妻奴也。今大军垂至，反当促兵以己之耳，愿不以下流之爱。使就有恨于黄壤也。公即遣从弟华公酒泉杀头，前其二县。公又联兵寻济华后，以为首尾之援，别遣铁骑200，迎立官署，东援酒泉北塞。进出张掖北河，逢迎太守尹凤。于是张晋需黄华之助，华欲就晋，西谷攻兵，恐及击其后，遂以金城太守苏泽将就晋平安，奉得之官。黄初二年，下诏褒扬，赐公爵关内侯，百西域务己校尉，数岁止还，将授以侍臣之位，而椅子就待焉。公至敦煌，故辞疾笃，太和中卒，赠职金吾，就后为金城太守。父子著称于西周，评曰：李典贵尚儒雅，亦望思细，美矣。李通，臧霸，文聘，吕前镇魏州郡，并著微会。许褚，典为折冲左右，亦一汉之樊哙也。庞德，受命赤敌，有周苛之节。庞昱不但伏剑，而诚感邻国。颜温向成大呼：其解，路之烈焉。